每次在247祷告的时候，我总是跟神斤斤计较，30分钟不多也不少，我总是会刚刚好上线，刚刚好下线。有一次247在上线之前，神就提醒我，每一次的祷告都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，而是与神亲密的时间。于是我就改变了我的心态，决定要提前5分钟上线，晚5分钟下线，更多的用敬拜来寻求我的神。很感恩每一次在247神都会提醒我，祷告的心态要先对与神对齐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